感情一直很好，所以我们两个从年轻时候记，刚结婚的时候年轻时候记录照片，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在积累了有二三十本影集，所以一共拍了大概上万张照片。因为老伴儿爱拍照片，不管上欧洲上美国，在国内都是他给我拍照片，主要是做个纪念。这是我们两个相识的照片，这是我们两个结婚的照片。说的拍的照片太多了，他愿意拍，我不愿意拍。他不太愿意拍。我二十多岁的时候，我身体很不好，都是你照顾我，这一辈子感谢不完。等着下一辈子再感谢。那是应该的，老两个就得互相相依为伴，相依为命。我这辈子一直走到老，活过九十岁，一直走到暂时婚。更多新闻资讯，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。